突然间兴奋得流鼻血啦！哦，好兴奋啊！究竟见到啲咩咁兴奋呢？女，唔系，系超级英雄啊！中户爱波子今日咧好兴奋嚟到太古城，有啲咩特别呢？呢度有个时装品牌 Determinance 出咗个期间限定嘅 Marvel booth， 咁佢咧就去到10月8日嘅啫，佢就卖好多男装嘅。同时间咧，而家有好多嘢可以玩，事不宜迟，带大家望下有啲咩玩，有啲咩买 ，Let's go！ 我哋先带大家穿过呢一个 Iron Man 嘅通道，而家我要飞啦。跟住行过啲咧，会见到有 QR 曲位，可以玩游戏喎。你睇 ，Shoot Up 嘅侦察任务究竟可唔可以成功？嗱，佢嘅任务指引就话咧，喺呢个期间限定店入边揾到指定嘅标记，集齐5个标记咧，就可以换到特别版嘅刺绣章啦。Team Man 们，大家帮手揾下。对准前面呢件衫嘅时候咧，佢会有个立体版俾你睇嘅，系咪可以转佢噶？哦，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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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见到啦，见到个装备啦，仲有其他嘢噶，有5样嘢噶。嗱，装备箱入边，我哋先攞多件 suit 先。三个人应该唔系底裤啦，我估。啊，见到啦，啱啊啱。哦，第二个装备，哎呀。哇，条呔卷好俾你添，啱啱好喎。啱啊，见到啦 ，suit up， 拎咗啦，系咪搞掂啊？任务完成。而家去換襟章先，嗱，佢有2款俾你揀嘅。Why not both？Captain 攞埋你部手機出嚟。嗱，我自己又想要 Iron Man 嘅 ，Captain 你就要 Agent of Shield 啦。跟住我哋玩第二個遊戲，叫 Shoot Up 訓練任務幻影行動。舉起雙手，佢 detect 到啦。好，留意遊戲畫面入面出現嘅剪影，擺翻對應嘅 pose 就可以過到考驗啦。點啊？而家我可以中意，我可以哇跳舞得喎 ，OK 喎。我就算我跳舞，我跳舞佢都，哎呀 miss 咗添，大镬啦，成日1、2、3，嘿，咁都 pass，OK， 好，任务完成，嗱3星，哎呀，玩咗3星净系得普通奖章咋，如果玩到4星嘅话咧，就有特别嘅刺绣章噶，嗱3星咧就系呢个贴纸啦，又话蜘蛛侠、Iron Man、雷神、洛基、黑豹同埋树人。个大舞台嘅中间有1:1嘅 Iron Man figure， 哇！佢仲要发晒光嘅样，好型哦！见佢夹令面哦，哦，我又冇佢咁型啊 ，Captain， 一齐飞紧。嗱，然后 Iron Man 后面咧就有啲 Marvel 嘅衫啦，我呢件咧就 Iron Man 版嘅，同埋有件恤衫系面烫嘅，好顺滑喎，正啊！连个衫领位都印住 Iron Man 啊！嗱，头先我唔够 Iron Man 咁型啦，而家着咗 Iron Man 嘅衫，系咪即刻型咗好多？跟住呢边就有 T 恤啦，咦，连树人都有喎 ，I am good， 哇，同埋后面仲有好 Q 嘅树人喎，变咗树人 baby。哇！原來摸上去啲衫好順滑喎，好似摸緊 BB 咁樣喎。哇！喺度咧，滑滑到我即刻要跳舞啦！哇！好滑啦，好滑啦，滑走咗我啦，係咪唔使俾錢就走啦？哇！跟住第二件仲滑喎，黑豹版，我個黑豹袖章仲有粒特感添嘅喎，睇下。哇！仲有啊，後邊就係你嘅金句啊 ！Wakanda Forever，Spider-Man，Spider-Man，Captain， 我而家要 Lonely Man，Spider-Man。咦，呢件都好型喎，特别花款嘅骷髅喎。嗱，跟住入埋嚟中间啊，呢一度咧成个基地咁样，啊，入边啲衫我见到仲靓添。哇，我谂等间如果试咗呢件嘅话咧，应该会似即系着咗黑豹嗰件战衣咁啊。同埋呢個 Spider-Man 嘅恤衫咧，佢紅色撞紫色，紅色呢邊咧就有嗰啲蜘蛛網，哇！我中意呢種鴛鴦色嘅感覺。同埋見呢恤衫咧，佢仲有個蜘蛛仔喺呢個位置噶。同埋隔離咧，仲有呢個雷神版，佢都係鴛鴦色嘅，就白色襯卡其色。呢個感覺上咧，如果著上身咧，應該會官仔骨不斯文咗，斯文版嘅雷神。喂，佢仲有西裝外套添喎，哇！呢個好型喎。咁啱啱店員講咧，話呢一件咧係限量100件噶，呢一刻見到。可能下一秒已經被人買曬。
佢上面都有翻呢個 Iron Man 嘅 logo。誒，然後白色恤衫咧，哇，佢都係好順滑暖燙噶。去旅行一定要著呢件，點解？著住呢件相機就可以安全落機，安全落機。嗱，我見佢有三個 fitting room 喺度嘅，咁我就而家揀啲衫去試下先。阿小妹妹咧對樹人好有興趣。哦，我知點解啊，咁吸引小妹妹啦，因為呢件樹人衫原來佢呢個 logo 咧好特別噶，佢係突出嚟噶，佢好似個刷毛咁樣喎，好有手感喎。後面咧就有三個圓形嘅柱咧，你唔好以為係裝飾品，其實佢係 fitting room， 入去啦，可以進入咁秘密嘅基地去換衫咁樣啦。哇、哦，好正喎、啊，陣間見。嗱，我呢件咧就大碼 fit 身嘅，我覺得質料咧都好好嘅，佢唔會話好吉啦，而且咧都好通爽。平時我著 polo shirt 咧係好老餅啊，但係而家我一啲都唔老餅。中碼西裝外套咧就 fit 身我多啲，成套 Iron Man 著曬上身咧。其實我覺得連胎都可以不用戴，因為個中間咧個 Iron Man 嘅 pattern 咧，其實已經代表住。估唔到我著 Iron Man 套衫都可以咁型，啲自信翻曬嚟，出去執行任務。掹蜘蛛絲係咁樣掹。紫色入面呢件恤衫咧，再襯翻紫色西裝外套咧，就隻色好似撞咗啲，所以我應該試埋另一隻色嘅西裝外套。嗱，啱啱件紫色咧就好似有啲撞咗顏色，跟住配翻呢件咧灰藍色咧，就顯得我咧專業咗。即刻呢一個，我覺得先至襯呢件嘢。但啱啱嗰件咧有100件限量喎，點算好啊 ，Kevin？ 同埋個西裝外套咧，入邊個內袋咧，原來都有特別嘅 design 噶，入邊啲字咧就用翻平時電影入邊會講嘅術語。Go Spidey！ 好啦，衫就試完啦，大家會唔會好奇我手上呢一個係咩嚟嘅咧？呢個就係一個 suitcase， 買滿4000元啦，會有一個雷射 suitcase 嘅，可以刻你個名。如果波子為大家爭取咗5個 suitcase， 係送俾波友嘅，望一望入邊有啲乜嘢咁正先。入面一打開嘅係嗱，佢有 Iron Man 嘅袖扣啦，跟住兩個 Iron Man 襟章，同埋啱啱玩遊戲贏咗嘅 Iron Man 布章，有四樣嘢連埋一個 suitcase， 而家我直接送俾大家。如果大家想要嘅話，就喺呢個簡介嗰度填翻個 Google 表單，答個簡單嘅問題 ，like 呢條片同埋 share 呢條片，跟住得獎嘅時候你就可以擁有，仲有你特別可以刻翻自己嘅名字上去。好，而家都要體驗下刻我嘅名字上去啦。啊！啱啱就雷射打印咗啦，哇 ！Smiling Bow 啊，上有我个名喺上面咯，真系。而家我就可以拎住呢个特别嘅 suitcase， 就知道我系特务啦，系咪？要安排特别通道俾我，认唔认啊？一路行嘅时候拎住属于自己嘅 suitcase。而家我行去边啊？行去收银 cashier 啊！好，一边排队等埋单嘅时候咧，讲埋个 intro 先。如果大家订阅咗我嘅话，嚟呢一度 cashier 收翻你订阅嗰个页面啊！跟住買任何兩件 Marvel 嘅服裝咧，就會有88折。咁我今集暫時派咁多先啦，即刻 like and subscribe， 繼續我嘅秘密行動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